Hello， 早晨啊！昨晚呢影完呢间酒店啦，睇唔清楚嘛。今日朝头早有啲光啦，可以慢慢睇真少少。嚟啦，出发。又落雨啊！呢日第一站就先嚟到中央车站附近嘅 DM 药妆店，入面好多嘢，无论系 mask 啦、维他命、hand cream 等等，都平过香港一折噶。大家嚟到德国一定要逛下 DM。Müller 又或者 Rossmann 等等嘅连锁店，包你一定有收获啊！跟手我就走咗去马里安广场附近嘅谷物市场逛下，入面好多铺头买嘅嘢咧都好有特色噶噃，包括呢只着住巴伐利亚传统服饰嘅青蛙仔，系咪好可爱呢？除了很多摆设之外，话到明谷物市场嘛，更是还有大把食物卖啦，包括一些好正的生果，见到都流晒口水啊！冇错啦，镜头一转，我又嚟翻圣彼得教堂呢度啦。咁啊，呢度其实大家可以咧就选择俾5欧元嘅价钱，就可以上到去咧就教堂嘅顶部嗰度。欣賞整個咧就係慕尼黑嘅風景嘅，咁啊當然啦，呢度嘅高度就應該唔夠奧運塔嗰邊咁高噶啦，奧運塔嗰邊咧亦都會貴好多啦，咁又13歐，呢度就5歐，但13歐嗰度咧，當日就由於時間關係就冇去到啦，冇上到去啦，咁為咗彌補呢個少少嘅遺憾咧，用5歐元上一上聖彼得大教堂先。好啦，買咗飛啦喎，上去啦，好窄喎！仲有幾多級樓梯咧？我都好想知道。哇！呢位阿叔開頭都仲係面無巨色嘅，不過好快就開始變成面有難色啦噃。啲樓梯又窄。空气又唔系好流通，确实我真系几辛苦噶。好啦，5樓啦，继续上啦。咁好似奥运塔好啲，奥运塔应该搭 lift 上去嘅。13歐就应该13歐噶啦。跌到5歐，我都伤心咁滞。我锻炼下身体啦。呢个时候我开始喺度谂紧，究竟仲有几多层噶？唔系玩18层地狱禁忌啊嘛？你先 ，you first。I need to take a rest。哇，好辛苦啊！啊 ？Almost there. Okay. Cool. Thank you. Yeah.Cheers, bye. 哎，落紧嚟啦！就系听到呢一句 almost there， 我曾经士气大振咗一阵咁大把，但系好快又跌翻落去低谷啦噃，因为我条气越嚟越扯，好似越嚟越唔顺，越嚟越唔掂啦。Okay, you first. I take a rest first. Yeah. So close. You're almost there. Yeah. Thank you. Yeah. Bye. Bye. 都系女士们讲嘅嘢可靠啲，因为我终于 feel 到真系就嚟到啦，13樓啦，上啊！
啊，多啦，原来十四层唔系十八层，多个帽，好，出去啦。哇！行咗十四层之后，终于见到整个布尼克市啦，好辛苦啊！兜个圈先，兜个圈先。出啲工，哇！哇！呢度從高望翻落去，新市政廳 ，OK 喎。後面記唔記得啊？誒、欸，見到啦，呢兩支啊，就係聖母教堂。好啦，咁啊，前面都好多人喺度啊，咁啊，拍到呢度先，俾啲時間慢慢影下啲靚相先。耶、yeah! ！自拍座有栏杆咧，就挡住晒啫。向前拍冇事啦啩。虽然头先行上嚟嗰阵真系好鬼辛苦，但系终于能够咧从高角度欣赏成个慕尼黑市嘅风景，都算物有所值啦，物都抵翻晒啦。好啦，路真系容易好多啊！Thank you. 哦，哇，咁快就落翻嚟啦 ，so easy。喂，都系唔好咁牙刷啦，尴尬死人啦！出翻去新市政厅，啱啱好十二点整，而每日嘅朝头早十一点、中午十二点，仲有下昼嘅五点钟，都会有32个木偶演出历史剧，内容就系1558年威廉五世嘅婚礼情景。其实今次已经是第六次来到慕尼克的了，所以很多去过的地方我今次都没有再去到，但是有些地方确实值得推介给各位朋友仔的。想认识历史的朋友可以参观免费入场的达豪集中营，想看皇宫的就有宁芬宝宫，景靓到爆啊！仲有 Residence 慕尼黑皇宫，都系靓嘢嚟噶。德甲球迷就梗系要参加安联球场嘅 Stadium Tour 啦，但系记得唔好着咗多蒙特波衫嚟噃。当然仲有拜仁慕尼黑嘅博物馆，拜仁历史咁辉煌，攞过咁多重要嘅锦标，有咁多名帅同埋名牌球员效力过，梗系大把嘢睇啦。好啦，慕尼黑，下次再见啦。哇哇哦哦，社区社区，斗区又抽区。我确信爱上你系无罪，我最最最有得君自有生趣。社区社区，用脑袋笠佢，射中了我会有快乐眼泪。射失了我绝不闪退。I love you, 德国。